煤炭，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资源之一。你知道煤炭生产出来后如何用到矿井上？答案是使用煤炭刮板输送装备，就像乘坐自动扶梯一样。要问全球生产这种设备哪家强，就在咱河北张家口。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河北各地正因地制宜发展精致生产力，张家口自主研发出了世界首台套八兆瓦超长运距智能刮板输送装备，让煤炭电梯有了升级版。生产出这一升级版煤炭电梯的企业是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央企，主打产品刮板输送成套设备，这也是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相当优秀。这款升级版煤炭电梯牛在哪儿？首先，它是全球最大，这次试运转成功的八兆瓦超长运距智能刮板输送装备，装机功率突破八兆瓦，是目前全球行业最大型号产品。与之前的产品相比，具有超大功率、超长运距、超大运量、超级智能等特点，可满足3米以上厚厚煤层年产2000万吨工作面配套需要，每小时输送煤炭6000至8000吨，输送长度400至600米，主打一个高效。再一个就是满满科技感，这种新设备在智能变频永磁驱动技术应用上实现巨大突破，驱动装置及永磁电机、变频器、减速及紧料装置于一体，产品体积减小30%，能耗降低5%。中煤装煤机在能源装备制造行业中勇担烈者，张源品牌刮板输送机服务全国1746个煤矿、2498个工程面，为能源企业保供提供高端装备支撑。如今，像升级版煤炭电梯这样的河北制造正越来越多涌现出来，化身中国骄傲，让传统产业炫出科技范儿、高端